最近刚刚官宣了一个新的角色嘛，叫做实验是以爱为营的一部作品哈。是的是的。你原著的角色你肯定有看过。对，有一些了解。有一些了解，你觉得这个角色跟你本身有哪方面特质有接近或者不同的地方？本身的话可能帅是一样的。内在，我们说点内在的事儿、啊。内在是一样的。内在的话，应该没什么一样的，全靠塑造，全靠演技。对。所以实验这个角色，他内在他是个怎么？我因为还没了解这个。实验是一个非常文雅啊、哦，文雅的。非常 nice。又是突破自己的一部戏了。是是是，要好好的做做功课。做做功课哈，因为你11月6号。